黑衣警员，快点走！黑衣男走出店外，大批远警立刻一拥而上，将他团团包围。男子满身酒气，还直问远警干嘛找他，但没多久，警方就在他背后腰际搜出改造手枪。远警不敢大意，将嫌犯牢牢压制在地。14号晚间，新北市新庄这间卡拉 OK 店经传枪响，监视器画面拍下嫌犯拿枪插入腰际，众人慌慌张张，拿了衣服外套就要离开。原来他跟朋友来到店里饮酒作乐。刘姓嫌犯亮枪想跟朋友炫耀，子弹却不慎掉出来。由于改造子弹品质不稳，走火引爆巨大声响。白天很单纯啊，晚上我就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在这里。我们这边很单纯啊，都是一些退休的人在唱歌，很单纯。附近民众得知枪响案，都相当惊讶，因为这间卡拉 OK 平常都是一些退休年长者在此休闲聚会，不曾发生状况。报案的民众是听到说有枪声啊，那我们经由监视器有进一步厘清，他这个是子弹改造的子弹掉落到地上，那发生爆炸。 那所听到的这个枪响，子弹不慎走火，幸好没人因此受伤。只是猪队友酒后炫枪，害得A型四人全被带回警局，自己也被依法送办。记者夏君成、许志成，新北市报道。